Hello，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 Jenny，欢迎来到我第二频道。今天我想说的是呢，我为什么最近都没有拍影片了？对，其实由于呢，我忙着在做 Facebook 的影片，所以很时常没有空，也忙着做 Minecraft 动画，对。如果你们想看我的影片的话，差不多应该是还可以多2天就可以再发布一个新影片，或者多一天，也就是或者是明天或今天，我就应该可以是发布一个影片，发布一个影片，你就是要等很久啊。如果我这次的 Minecraft 系列拍得不成功的话呢，我就会停止拍摄。对，在接下来之后呢，我想说什么来着？其实就是如果是因为如果你们想看我旧的那个，最近我都开新系列的嘛。如果有关注我的游戏频道的话，或者是我 Facebook 朋友的话，应该都会知道。对，我已经拍第二集的那个，用创造出完美世界第二集已经出了，欢迎到我的 FB 去逛逛。如果想继续追踪我的影片的话呢，没关系，不妨订阅我一下。或者是按个赞、dislike、like 我都 OK。这支影片我只是通知罢了。好了，那么各位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